目前呢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。现在呢我们公司在 B 股总共有4个油气田开发区块，总产量呢是日产37000桶原油。在 B 股这20多年的时间里呢，我们充分发挥了中石油的资金、技术和人才投资10.4亿美元，上交各种税费是22亿美元。然后呢，我们非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，率先实现了技术服务、设备材料采购和用工的本地化，直接还原投资环境保护是4000万美元。然后呢，我们创造了20年来没有重大事故、没有重大污染的 HSE 业绩。2015年，我们的4个项目都将到期，所以希望秘鲁政府能够尽快批准我们合同的延期。未来我们公司将在做好现有项目的基础上，积极寻找新项目，进一步运输和炼油化工一体化的工作。刚才龚总先生提到的修建石油管道，这个事情我们公司非常感兴趣，而且我们前天秘鲁政府和各位对我们公司的支持，也祝愿他们做得好，圆满成功。已经同世界上60个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。在过去几年，我们与秘鲁、陆海空三军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，以高质量的产品、周到的服务赢得好评。我们公司同时也是中国秘鲁军工军技合作的重要组成单位，其中空军防空体系采购项目，我们是技术及商务上均满足要求的唯一供应商。这个项目目前悬而未决的状态，我们愿随时向总统阁下汇报项目具体情况。同时我们已深入调研秘鲁社会发展需求，将在陆海空军项目开展的同时履行 offset 承诺，同军方联合生产并进行技术转让。谢谢。这个下一栋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，más comodidad, más performance.
tercer arreglo que tenemos, ¿no? Que es crear industrias nacionales. Por eso yo les pediría que bajo ese esquema trabajemos